可以左左照相哈。应该可以了。好。大家第一排一定要戴好。大家帮帮忙。今天很谢谢索尼台湾以及 SDC 邀请我来分享这个星空讲座。那我今天会在一个小时内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星空缩时摄影的一些技巧。若世界允许，我最后会分享一些大家比较没有尝试过的自转夜，然后可能是跨幅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那种缩时摄影，那个涉略的技术比较高。那我会先由简单然后带入到深层的一个方法。然后在正式教学之前，我想给大家看看我昨天才发布的一个新作品。对，那我先按播放。对，因为我们那个荧幕没有声音，所以可能先大家先用电视看，不好意思。灯光有前面有可以关一下吗？欸，我先问一下，去年有人来听过吗？就我讲的。好，那大家有上过早上的一些那个讲座了吗？那因为我怕那个基础的讲太多，后面会拖延到一些进度，因为我发现早上有很多老师也讲过一些基础的，如果有大家有上过的话，我就不用加讲这么多。OK。好，我先看影片啊。
好，谢谢大家观看。好，分享给大家看这影片，是因为拍硕士可以让我去了解整个地球自转公转，绕着太阳公转的这些原理变化，然后就可以去知道很多你想要拍摄的题材它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方式可以去知道它在对的时间可以拍摄到的这些题材。然后我先把荧幕接回大荧幕。好，这张照片是我在纽西兰拍摄的，它跟台湾最大的差别是它的地平线是差60度，就是台湾你没办法看到地平线以下60度的一些天，那个纬度的一些天象啊，或者是星河这些等等。好，那我先从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跟大家分享。然后台湾的银河一般是从二月份的月底到十月的月底都可以拍摄到，只是出现的时间不一样，这是取决于地球公转的因素。在每一个月的月底，然后隔一个月它会提早2个小时出来，也就是二月底大概是凌晨的4-5点，那三月底的话就是凌晨的2点左右，那一天是推迟，一天是提早4分钟左右。然后简单来讲，银河拍摄它就是利用长曝光的方式去让相机不断的累积曝光，然后达到一个画面变亮的方式。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怎么去让我们的照片更好？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大光圈，然后感光度比较好的相机，然后再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拍摄。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地球因为自转，这个是没办法去抗拒的因素。那因为自转会导致星星会移动，也会造成太阳东升西落这些现象嘛，所以我们要在足够的时间内去拍摄到一张好看的星空作品，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会分这4个方向去跟大家分享拍一些星空的一些基本的方法，然后再到一个比较进阶的技巧。那在之前呢，我就要先跟大家讲解一些基本的观念。那我会分器材选择，然后事前准备、拍摄观念以及拍摄技巧。然后器材选择是，我自己是都用索尼，所以我会推荐大家用索尼相机。对，这个不是业费啦，因为后面我会讲解到索尼的相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优势，就是让我会选择它的原因。那相机我一般都会选可能尽可能去符合你们的需求，例如你们没有需要 8K 的话，其实选择平衡一点的机种，像是 A73 A74 这些会比较好。那你有想要制作输出高画质的，或者是制作像我的追求像是 8K 的这种缩时摄影，你可以选择 A7R 系列，像是 A7R2 或 R3、R4、A1 等等。那镜头的话，我会选择大光圈镜头，因为拍星空它需要很多的进光量去让你的照片够亮。那像 F2.8 这些镜头呢，拍晨昏可以，但是到星空的时候要制作缩时有点难，因为它要在3个小时内可能拍足够600张，那等于你每一秒的曝光都会变得比较短。
如果是拍摄一般的照片，你的曝光值可以比较长。那今天是主要是跟大家讲解，最终目的就是要制作缩时摄影，所以会推荐大家还是要以大光圈镜头为优先。那在拍缩时摄影，很重要一个就是你在一个小时或者是几个小时的这个总长度的曝光中，你需要一个很稳的相机，不然可能一个微风或者是狂风一点山上，你的画面中在几个小时内一定会晃动，然后造成你的影像模糊，甚至是整个构图被改变。然后以及你可以选择使用那个外接快门线，或者是第三代Sony Alpha 相机以后的内建间隔拍摄。然后事前准备，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去试试看，找一些谷歌上面有一些的叫做地图，那个光害地图，然后可以去知道台湾的一些光害分布区。有光害也可以拍摄，但是它的品质会比较差。那拍星空呢，你一定要先去做很多的功课，你要先知道一个公式，就是地球因为自转的关系，然后加上经纬度，你能看到的，在台湾你能看到的永远都是固定的那几样，那会变化是太阳系内的那几个大行星，才会有那个在天空中有不同的位置变化，那剩余的题材呢，基本上都一样。所以你在拍摄这些的时候呢，要去考量光害、地理位置，然后方位。那我会推荐大家，如果你到了某些地点，例如离岛或者是山岳，你也可以透过一个软体，类似右下角那个太阳测量师，它可以用一个 AR 地图 ，AR 那个模式去模拟你。马上好。Sorry， 那个就是在当地模拟它迎合出来的方位，然后时间等等，或者是你可以依照我右下的那个构图，然后可能往前推算两个小时跟两个小时后它的会移动的路径等等的位置，那这就是你最终缩时的一个变化。然后我现在分享的这个是我在合欢山拍摄的一个星空缩时，但它是建立在一个赤道仪上面，追着银河的跑。那当时我在合欢山主峰，然后拍上的是右下角那个是五岭停车场，然后上面那个山峰，中间那个山峰是东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我远离的光害不会被影响，但是现实打了我一脸，就是我给大家看看。对，星空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路过的车子，道路上的这个光害就会造成我的画面闪烁。这个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缩时里面它是一个困扰人的一个效果。那我会建议大家在知道这么多的原理和教学以及技巧下，你还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做功课很重要，你要去避开这些所有会被干扰的条件还有因素，不然你的缩时摄影，你拍了几个小时，花了总长度可能是好几天做出来，那没得用，只能当做教材。对。那个刚刚那段拍摄是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是在去年我帮王维豪博士他拍一个那个教学片的时候在记录的一个花絮，那平时我没有时间这么做。好，我给大家看看，在这种小型的追星仪上面的一个拍摄的一个变化。这一个下面那颗白色的是一个追星仪的工具，当你对准了经纬度，就是赤道仪它的本体它的转轴对准了台湾的类似
北纬24或25度左右以后，再对完北方的零度，你就可以去跟抵消那个地球的自转轴带来那个星星的会位移的部分，然后在架设相机上去拍摄，开启了追星功能以后，你就可以保让星星都保持原点。那刚刚你们看到的上一段的素材就是像这样的模式去拍摄的，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懂原理就可以做得到。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建议大家拍星空一定要去做一个功课，就是要查月相。那月相是第一个优先，第二个就是要考量的是今天你在晚上拍银河的这段时间里，月亮会不会出现在天空，或者是会不会跟月亮很相近，距离太靠近。那如果太靠近的话，你的画面就会拍摄到月亮，就造成过曝，甚至有眩光、耀光这些等等的条件出现。那我会建议大家都在月相比较小例如月相26至初五这段时间，这样的月光微弱的月光不会影响银河拍摄，或者是它可以帮助你的地景提升一些亮度，让你的画面不会全黑，然后细节会更多。然后再来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天气，很多人会觉得天气很难去预测，但是你只要学会了一些那个天气软体，然后就可以去大幅减少你抓鬼的几率。像左边那款是叫 Windy， 然后我用的是卫星的那个功能去看台湾的上方的云层，如果非常多云的话，你就会都拍不到星空嘛，除非你今天在合欢山，然后那个云又比你合欢山还低。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像是这个绿岛跟蓝鱼，蓝鱼这一边比较深蓝色就没有云层，或者是比较少云，比较不会干扰，而在这个绿岛就是都是云覆盖。那在最右边的那张图呢也可以看得到，那这张图又最右边那张已经是很干净的云层了，在合欢山基本上不是要起雾就可以拍到星空。那如果你今天出现了很多不同像那个颜色类似亮绿、橘色、红色，或者甚至紫色、黑色这些雷积雨云啊、雷雨包等等，就不会拍得到。那这样讲是一个用平面的方式去看嘛？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在地方的云层分布的高度啊等等一些？就是透过中间下方的一个那个软体，它是叫做 Meteor Blue， 然后它可以去模拟，就是去让我们知道你那个所在地的云层分布区域。类似我现在已经有圈出一个框框了，这是晚上6点到早上6点的一个位置。那我现在模拟这个位置是在合欢山，那蓝色这条线大概是3000米。马上好，很抱歉。那我先资料更新一下，这个是合欢山星期六的天气，那今天晚上也有流星雨，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入夜以后，其实还会有一点点起雾，但是大概在7点、8点以后，云层就会散开，然后会有一点点云海，然后其实就是完全的干净，这样子就可以拍到星空，对。那我们在模拟天气的时候，也要去考量到高度。比方说合欢山，你可以抓3500米这个位置往下一点点，但是在平地呢，你就要考量到可能到这边，大概是零，大概这里这个区间你要考量到。那像是最右边的这一个云图，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还是会有一层高云，像是这个薄薄的高云层覆盖在天空。那有高云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它有可能可以类似天然的柔焦镜，拍起来比较梦幻。对，好。然后现在是分享一段我拍摄在日月潭拍摄一个夜转日的一个银河缩时，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整体变化以及月光升起以后对天空的一个影响。那个星空的能见度影响。
那这个时候月亮升起，然后也产生了耀光。月亮升起以后，大地都被照亮，对，然后星空也变得不明显了。那给大家看这些例子，是指就是月亮会对星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要挑选月相比较弱的时候，它不会让星空变得比较不通透或者是不明显。如果你在做足功课多一点，类似晚上九点银河升起，那升起了两个小时后月亮再升起，那你这段说时会全黑的星空，然后过一阵子天空突然间变稍微亮了点，地景亮了，那这种说时呢，在相比于一般纯画面黑色的星空会来得丰富一点，然后整个变化也更丰富。不，就算不用上类似后期的一些轨道啊，让它去移动啊，或左右运镜等等，这些也会比较有看头。那大家可能还记得我第一部刚一开始给大家看的吗？在七彩湖那一段说时，它是先月亮在天空比较亮，然后月亮落下以后星空变清楚。那个画面中，我是没有用任何的辅助设备，类似滑轨或电动云台去做一个运镜，但它的变化就是比较丰富，因为整个天空从亮到暗的一个画面效果。然后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个，就是地球自转，然后银河会东升西落的一个原理。在台湾，如果你不是到其他纬度的地方的话，这个是不会有变化的，它永远都会在东南到西南。那大家有注意到看到画面有一只闪烁，这就是会，如果你的构图会带到一些道路、车子等等，这些会进入到你画面的光害，就会造成画面闪烁，在说时的效果是不友好的。那我再播放一次。那这个画面中是完全纯星空的，那变化比较不够丰富，所以我用了一个滑轨，让它从左往右滑，让画面更丰富一点。这个是在昆阳一个下切点的地方拍摄的，那边比较不会被人为干扰，而最右边就是那是个车轨，拍摄车轨的地方，所以会有一点点那个切入的光线进来，造成闪烁。而这个是在主峰山上拍摄的，然后慢慢的往右运镜，然后让车轨的画面不会录到我的画面，这样子就不会造成闪烁。那这个原理呢，也是依照它是东升西落，所以我就用一个水平的方式从左运到右边，然后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有动感。好，刚刚给大家看完那些拍摄实际的效果以后，还是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拍摄的一些观念。那拍银河就是要考量你的焦段还有曝光的时间，因为焦段越长，地球自转它带来的那个星星位移的那个路径就更明显。例如右下的那一个画面，很明显看得出它有一个移动的路径，而左下是没有。那左下那张其实我用了赤道仪去追踪，所以它不会有脱线。那在不用这些工具下，我们要拍一个好一点的缩时，
或者是比较立体的星星保持原点的星空照片，我们就要去知道我们的焦段最长的曝光时间。那就是大家可能会熟悉的一个叫做星空500法则除以你的镜头焦段，就是你的最长曝光描述。那这个原理没有错，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缩时。那在3个小时内，你拍摄要越多的张数，你的秒数就要越少。那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的严重性，就是不能去按照500法则，而是按照时间，例如3小时是10800秒。那我今天要制作60 frame 的这个照片，就代表我要拍600张，在10800秒里面，你要拍600张，等于你的曝光每一张都大约只能在控制在20秒以内。那我会建议大家使用一个15秒，等一下会解释15秒这个倍率是怎么来的。然后大家可以先拍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拍摄的时间如果太长的话，星星就会产生位移，在30秒内是最理想。如果是要拍摄缩时摄影，就是要在减短时间，让你的在有限的时间内拍摄更多的张数。那你如果需要在越短的时间内拍的越多张数，代表你需要更大的光圈的镜头，才可以在越短的时间内累积足够的进光量。还有越短的时间，你的星星都会保持原点而不会脱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镜头真的不够大，例如只有 f2.8 或 f4， 那你就要选择提高 ISO， 或者是选择感光比较好的相机，例如 A7A3。 对，我不知道推坑，对，这个只是原理要跟大家讲解清楚。然后拍摄流程，我会建议大家也先拍一下，然后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SOP， 只要养成以后，它就是一个你不会忘记的一个过程。好，先等大家拍完。我想问一下，有谁还没有拍过星空的吗？或者是银河？好，大家都有经验。里面有几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拍缩时要注意的，一定要把那个关闭除噪功能给关闭掉，不然你在拍缩时可能15秒，还有除15秒，等于你的3个小时里面，本来你可以拍摄到600张，但是最终可能只有300张，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除噪一定要关掉，然后加上防守阵也要关掉。然后光圈呢，我个人建议拍缩时还是要选最大，因为要在有限时间内拍足够的亮度，光圈一定要够大。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是在最大光圈内缩0.3级，让星星更锐利，或者是画质更好。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透过快门线或者是相机里面的一个间隔拍摄，来代替我们的手指去按动。然后最重要的是高山湿气很重，温度低，或者是你在拍摄自转夜等等这些缩时的时候，它的环境温度变化是很大的，你的镜头有可能会因为表面过冷，或者是有水汽，然后产生起雾这些现象，所以需要一个除雾袋去帮镜头前缘保温。不管今天那个环境中是不是很湿，只要温度过低，就有几率产生。那这个是不可以去，就是觉得我不会这么衰遇到，因为我遇到太多次了。我有时候懒，我就不想装，但是回去画面就不能用。然后最重要就是拍完星空，熬夜很累，就是一定要够休息，休息够再回家。我之前在纽西兰测试过一次，我连续出门拍了23天，一个7000公里的旅程，
从南岛开到北岛，然后绕一圈再回南岛。然后在第七、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在拍什么，就是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哦，把这个旅程结束吧，把它开完，不然下次人家问起你的看见纽西兰，是不是有看见南岛？对，所以我就把北岛绕完了一圈。好。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拍星空说时会喜欢的一个滤镜，它叫做柔焦镜。那在一些有高云层的时候，比较薄的时候，它也有类似的效果，而且会更自然。那这种柔焦镜呢，会因为价格或者是厂牌的好坏，对你的星空的锐利度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分享一些我拍摄之前在台湾拍摄的一些星空，然后还有分享一些它的参数技巧。那拍摄这些作品呢，不外乎就是大光圈、长曝光，还有高感光，就是这么简单。但你需要做足够多的功课去了解它什么时候出现，你能拍摄会影响你拍摄的条件等等，这些都解决以后，其实拍星星是蛮简单的事情。对，然后比较难的就是预测这一种雷雨包，比较这个真的是看人品。因为我拍了大概七年吧，然后我也只遇过一次。对，然后那天本来是要上山拍银河的，但是突然间台中苗栗那个方向就长出了对流云，然后我就赶快去拍闪电，银河没得拍。那我当时有载我一位朋友，他跟我一样年纪，然后我们一起拍了说时，他当时什么就是他也不太会，然后我就教他怎么拍，然后拍完以后，他偷偷去投稿了那个国家地理频道摄影大赛，对，然后他拿了风景类的总冠军。对，然后我现在分享一个就是比较进阶的，叫做自转业缩时摄影的一些技巧和方法。那在教学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一些影片，然后让大家了解它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个是在纽西兰拍摄的，它是被誉为叫做南半球富士山。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Tanaraki。 好，先播放给大家看看。不好意思，它好像播不动，档案太大。我换这样的方式播放。抱歉，我用大概逐格的方式给大家看好了，就是它是从夕阳起了大概两小时开始拍摄，然后到入夜。然后当天还蛮幸运的，遇到那个叫做来状云，类似飞碟云。然后另外一段我试试看能不能播放，哦，也不行。那我用逐格方式，就是入夜以后日转夜的一个拍摄效果。
然后接着是月初，这个是月亮，不是太阳。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月亮起来以后，它对银河还有整个天空的影响，会肉眼可见的比较的不明显。那我们再开始教学，这个可能比较难，所以可能大家先拍一下。好，我开始跟大家讲解。这里不是要完全的推坑大家用说明，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无解，就是目前只有它可以做得到。那我现在帮大家种草一下。索尼的第三代相机，它有一个功能叫做全萤幕平均测光。那这个功能呢，它非常的强。它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去精准的预测到整个画面的曝光需要多少。那大家可能用其他厂牌的相机，例如 Canon 或 Sony， 不是有一些叫做全横或者中央或者是点测或者是醒目，但没有全萤幕，这个是一个缺点啊。那在用索尼相机的，如果不知道这个功能呢，你在用其他测光模式，在晚上让它自动跑曝光的时候，它也会失误。例如就是，除了全萤幕平均测光以外的那四种测光，它都会失误。还有就是在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建议使用最新的相机，因为你的感光元件灵敏度很重要。如果你的感光元件它对光的敏感不够多，那等于它测光也会失误。好。还有就是你要选一个够大的光圈的镜头，因为进光量少，你的 CMOS 也会侦测一个失误，所以你的曝光可能会偏很暗。好，开始。日转夜缩时，它是一个跨幅很长的一个时间，例如夕阳前两小时到日出后两小时，那总长度可能会高达12小时甚至14小时，所以你一定需要 Type-C。帮相机供电，例如你多装了一个，相机的那个手把，还有多一颗电池也没有用，它不够续航力，因为在14个小时里面，它可以耗掉两三颗，甚至三四颗，会因为你环境的温度等等因素会有一个落差。还有就是一定要去用储物袋，14个小时保证起雾，因为我是经历。很多次受害人。然后参数技巧，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在晨昏的时候，如果你用拍星空15秒，那再加一秒的这个间隔的话，等于你在夕阳16秒拍一张，那个画面效果会一瞬间夕阳就结束，然后直接进入到星空。那在用这个技巧不是不可以，但你的夕阳会很短。那等于如果有火烧云啊，或者是漂亮的色温、霞光这些，会一瞬间闪逝就没了，这样会很可惜。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把间隔设定用在6秒。那为什么是6秒？我也会解释。用在6秒是等于你的照片每6秒拍一张，在夕阳阶段，那你的画面不会一瞬间就结束，因为它的加速大概是6倍。那到星空阶段的时候是15秒，等于加速15倍，在夕阳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快就结束，等于你的夕阳会一个柔和的，然后就转到星空。那大家可能又会有一个疑惑，间隔不一致，那我的速度不是会有产生变化吗？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全萤幕测光，它会去很精准的预测到星空阶段需要的曝光值是多少。
那间隔设定 6S， 但是我下面第三点一个叫做 ISO 最小速度是15秒，它有点两个是不同的数值。那这个技巧只可以用在日转夜很长的时间才这样用，如果你今天只拍一个夕阳到快天黑，那你还是维持间隔 6S 或者是间隔 5S， 快门 ISO 最小速度是4秒，你的快门时间加一秒是你的间隔，但这个是用在日转夜大很长的时间的一个技巧，它是不能跟之前的一些那个索尼上面的教学是一起用的。ISO 范围设定100到6400，它会因为晚上你的间隔 6S， 你的照片可能是本来在夕阳前可能是1/4，慢慢慢慢的天色越来越黑，你的快门达到了一秒，那越来越黑，然后你的快门慢慢的增加了2秒、4秒等等等等，以此类推，直到15秒，那你的 ISO 才会从100提高到6400。那不一定会提高到6400，因为它晚上的测光会因为你环境可能有点光害，它相机测出来是觉得够了，它就不会上到这么高。那我会建议大家设100到6400，或者是你相机 ISO 的极限值，例如有的人不喜欢这么多杂讯，所以它会控制在1600或3200。然后我现在在解释整个原理，相机在夕阳前到蓝调这段时间，你的快门速度会从很快到慢慢的变长曝光，那当它超过了6秒，就会跟间隔的设定打到，但你的间隔设定它不会去介入你的曝光，那它在曝光的过程中，你的间隔设定它触发快门，但是不会有任何作用，它会等到下一个循环，等于就是在蓝调到全黑这段时间，你的快门可能会因为6秒然后跟它打到，然后会有一个6秒的空窗期，但是下多几分钟以后，你的曝光会达到了8秒，那这时候你的间隔空档时间就剩4秒，那你的快门如果达到了10秒，那你的间隔空档只剩2秒，以此类推，等你的快门测光到15秒以后，你的间隔设定每6秒触发一次，那等于就是触发3次，就是你的快门15秒一张，那你的空档时间是3秒。如果你的间隔设，我们回到一开始，你的间隔设定如果是设在5秒，那你最终的快门速度是15秒，那等于就要触发4次，触发4次你有可能撑不到一整天，就是下面的张数还要触发9999次。这个原理可能有一点难懂，但是它就是在合理的曝光时间15秒内做最少的那个空档，这是一个6 12 18 18里面是拍15秒这个原理。那如果你设5秒它就会触发4次，你设7秒等于是21秒里面拍15秒，那你的空档时间会更多，而设6秒是我觉得是最不会损失那个空档时间的。对，这个大家会有疑惑吗？就是会不会太难？请问光圈用多少？光圈我个人还是建议只是用最大。对，不管是不是夕阳前需要缩光圈，我会建议都用最大光圈，因为你的缩时在调整光圈变化的时候，它暗角会很明显，会无法去消除的。设定在 A 模式，对，因为我们晨昏阶段光线会变化很大。如果你今天只是拍纯星空的缩时，那就用全 M 模式。但你从夕阳前2小时到日出后2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建议用 A 模式。那在 A 模式下，你一定要搭配全荧幕平均测光，它才可以精准的去测出晚上最正确的曝光值。色温吗？那我在拍缩时会都会统一进入到后期，所以我都会用自动，因为它夕阳前到全黑到日出光线变化太大，你设一个固定值，它在某个时间看起来会很不讨喜。对，
如果是纯星空缩时，你可以固定在4000左右。那会有这么大范围变化，我还是建议用自动，然后在后区去校正。然后最后就是注意事项。那拍自转液它的张数会很多，如果你是用没有电子快门的相机，你拍一次一个晚上2000-3000张跑不掉。那你拍10次，那个相机你再卖，那个价会可能就不要了，因为那个张数太多。所以我会建议用最新相机，因为它有电子快门，你拍上百万张，人家也不知道。对，但如果我听到那样，别人听到是我，他可能就不买了。对，因为我相机的张数特别多。然后我里面忘记写一点，就是因为张数过多了，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够大的记忆体容量。然后还要设定那个压缩弱，那这个压缩弱还有一个缺点，如果你平时不开压缩弱的，听了我这个开压缩弱，然后你拍一些一般的题材，那如果你平时是用无压缩的，但是听我的开压缩弱，然后去跑去拍鸟，那它就会从14bit 变12bit， 对，那个后期就空间就少很多。那我用压缩弱是因为在间隔拍摄的时候，它不属于连拍，所以它的照片每一张得出来都是14bit， 就不会去影响我后期的空间。那在 A7R 二代的这种相机上就不建议了，要用无压缩的，因为二代你开了它就会变12bit， 甚至是你只要开个静音模式它也会变12bit， 对，但是三代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间隔拍摄优先这个一定要关掉，那我后面会有一个，对，我下一张，不好意思，我先跳到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大的大有用索尼 A7 三代以上的相机吗？如果有的话，你们就会对左边这个界面的功能比较熟悉。这个它的那个界面设定还有逻辑，我觉得是三家里面最厉害，因为我三家都用过。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拍摄间隔优先顺序这个一定要关闭。如果你开启了，等于它会以你的预设的间隔 6S 为基本，等于就是你的曝光永远上不去15秒，它都会只控制在6秒，然后就进行下一站，这个一定要关闭。然后它的快门要选电子式快门，它比较不伤快门帘。我公司有借我一台 A1， 拍了1年多，然后它的快门我每次查都是零，但其实我可能用它拍了几十万张，对。然后设定呢，左上角可以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方式拍摄间隔6秒，那如果是在一般的晨昏的缩时，你可以设定5或者是3，因为在最右边你们会看到的右下角那个叫做 ISO 快门速度，它有一个倍率是1、2、4、8、15、30，那我用15这个倍率呢，就是因为它会帮我算 ISO 我需要用多少，所以我才会说到前面我的缩时为什么都要控制在15秒的原因就是这样。那右上角那个就是你的可接受 ISO 的一个范围值，那你最高接受，我个人是接受到6400，所以我就把它设在6400。那在晚上的时候它测光，在自动 A 模式测光下它就会上到 ISO 6400，那如果你设3200它就会直到3200。那在晨昏阶段的时候，大家测光也许会看到1/4000这个很快的快门速度，因为那在大光圈的条件下是这么快的 ，f1.8 的时候，那入夜到蓝调以后，它的快门就会慢慢的达到慢速1、2、4、8、15等等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在夕阳蓝调前，你的快门够快，所以你的间隔 6S 生效了，就是每6秒拍一张。但是你的快门超过了6秒以后，就会跟间隔卡到。但你的相机
是会持续的拍摄，而间隔触发了一次六秒以后，它会等到下一个六秒再触发一次快门。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间隔损失，就不会进行任何的拍摄。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在顺光的时候，因为拍，假设我拍银河，像这个时间拍银河，一入夜银河就升起，是在东南方，那个夕阳是在后方，所以我在拍银河的方位，它是顺光的，光线在我后方，前方是顺光，那我的